哒哒，叮咚，谁呀？嘿嘿，女士，下来吧。不许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过来，来。这个地方好吧？今天，给你找个好地方啊。哎呀，这什么情况啊，黑妞啊？啊，问你这是什么情况？来，上车，上车去，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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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咱俩理论理论。过来，问你这是什么情况？问你这是什么情况？你瞅我，看我，你眼睛看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？你说这够贱的，这贱的知道自己犯错误了，把这玩意给你咬断了。你看这家伙是哄我呢，这你瞅瞅，哪有这样的？犯完错误了还知道哄？你这是打个巴掌什么给个甜枣啊？这都是你干的活是不是？是不是你整的？问你呢，是不是你整的？啊？是不是你整的？来摇，摇，来摇，摇，摇来，摇，你躲什么？你躲什么？摇来。你说这玩意儿你还能打他吗？你是骂他，一说他就搁这儿装可怜啊啊，你摇来来。哎呀妈呀，这家你欺负谁干啥呢？这是啊，哎呦，哎呀妈呀，近边的啊，这怕我打他你知道吧。过来来，吐吐吐，黑妞过来来，你过来吐吐吐，这是不是你整断的啊？是不是你整断的？咬舌了啊，你看咬舌了，好几十块钱，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给你买一个链子，买个帅气点的纯皮的，结果到你手，你这才多长时间，你说这回到你手里多少了啊？装可怜，就得用锁链子拴你。这回以后用这个，谁让我让你克？哼，那也不行啊，这个也是皮的，这个我估计也得早晚也得葬送他手里头。那我就这个扔车里吧，没事就咬吧，啊，没事就咬，就当你磨牙了。哎，这回怎么样？这回行了，走吧，走，走啊，还放横走呢。行，正好有个备用链子，这回应该没有事了。惹多大祸也得吃啊，是不是？那也到惹多大祸也不能忘了吃，应该是。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惹祸了都不敢吃饭，惹祸了得跪着。你这也不用罚跪哈，捡起来，咱俩去下底下公园玩一圈啊。这个露营地是真好啊，没有几个人，非常安静，然后风景又不错。哼，就不能放开你，放开你就滚一身。走吧，滚吧，滚完了回去洗。走，我没要转关，你自己正好这块没有人，你就可以大胆在这玩吧。啊，我现在这个地方真能下到这个江边，这个应该叫沱江，要么就是长江的一个支流，应该叫沱江。但我现在这个位置坐标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，它四处也没有人，它也没有一个坐标标记。今天黑牛又玩开心了，哎呀，这家满天星满天花了整的。然后这个视频也给大家报个平安啊、哦、可能关于昨天晚上吃那个
羊肉的那个事件哈，大家都很担心我，怕我们出现问题，出现争执，出现口角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那个老板也可以，可能是一个误会吧。当时我们听的时候，我问的时候就是说羊肉多少钱一斤，他说100块钱一斤，然后我们就以为这个羊肉就是100块钱一斤，结果呢他上来之后呢，可能那个里边也没有羊肉，如果说他要真正有点羊肉也行，就没看着几片羊肉，全都是羊杂，我就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。那结果呢，然后他又涨价了，涨到120说纯羊肉。我说那你最起码你跟我们讲清楚是不是，你说羊肉就是羊肉，羊杂就是羊杂，你说羊肉和羊杂掺一起又多少钱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又不懂这个。完了结果吃的不愉快了。我们这昨天走了4家才找到吃饭的地方，最后吃了一个当地那个豆花，叫骆驼豆花，昨天晚上在那个吃的，花了90块钱，差不多，羊肉100，跟大家报声平安就行了，没事儿。哎呀，这块挺好啊，这块可以下到河边，这就是我喜欢的地方，只要有水，心情格外就好。看，这个应该是沱江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就是沱江。你慢点啊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，别掉河里。哎哎哎，还闻闻，起来起来，这块有什么烂的东西，烂老鼠，它有那个臭味儿，它就哎呀呀呀，完了，黑妞快起来，快过来，哎呀，兴奋了，完了，这又得弄脏了，肯定的，完了，今天是必洗澡无疑了。完了，这还咋整？我给你扔江里吧。这是完了，我就不应该领你来呀。哼，完了，你现在让我一点，我没有话题了，我都。你现在很让我无语啊，黑妞，你是猪吗？哎呀，你现在离我远点，我现在不想搭理你了，我也不想跟你说话了。